就在表演的途中，然后那个笼子没有关好，先是其中一只这个狮子从里面逃出来，然后第二只就飞了一半出来，觉得当时那个驯兽师可能没有反应过来，直接就跑到观众席这边了，观众席也没有什么防护，其实我心里是吓死的，他肯定是很害怕。